巫婆婆，巫婆婆，你怎么把楼梯给拆了呀？等会儿我们还怎么下去？哎呀，白雪，你没有听说吗？贝尔马上就要来了，他还要把王子给抢走呢。只要我把楼梯给拆了，他就爬不上来了，也不能拆散你们了。好你个老巫婆，竟然敢帮助白雪，以为把楼梯给拆了，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我贝尔这么聪明，很快就会把楼梯给搭好的。到时候我要爬上去，把你们全部都给拽下来。我要把老巫婆和白雪关进大牢，然后把王子哥哥给抢走。我也喜欢王子，我才不让他和白雪在一起呢。快看，我已经搭好楼梯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贝尔还挺厉害的，这么快就把楼梯给搭好了。我可不能让他拆散王子和白雪。我现在要使用魔法把贝尔变成一只青蛙，麻利麻利轰变。哎呦呦，老巫婆，我看你的魔法是失效了吧，还想把我变成一只青蛙，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吗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的能量不够，不能使用魔法。不过贝尔你别得意，等会会有很多人都会来帮我的。谁呀谁呀，我看谁敢帮你，等会我一起把他关进大牢。哈哈，贝尔，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我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，我现在要使用魔法了，麻利麻利轰变。呱呱啊，我怎么真的变成一只青蛙了？老巫婆，我不抢王子了，你赶快把我变回来，变回来。巫婆婆，巫婆婆，你怎么